係而家 Jasmine 咧係將呢個不褪色牛仔嘅 set 裝咧成套示範俾大家睇嘅。咁佢嘅外套咧係一個 size， 條裙 SM 兩個 size。咁你見到咧佢係好有型格啦 ，vintage 同埋比較經典嘅款式嚟嘅，超級好睇。咁咧佢個做工都好靚啦，顏色都好好睇。咁佢配嘅五金咧係一隻瓦銀色嚟嘅，唔會話好奇怪。手袖位啊，全部位咧都有做得好靚嘅。咁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呢一隻牛仔布咧，佢不褪色啊，無論你洗啊定係同淺色衣物都可以放心嘅。佢唔會話洗咗幾次之後會褪得好勁，但牛仔 item 咧大家都唔好話狂洗佢啊，始終。咁另外咧，佢條裙仔咧，佢係有兩個好特別嘅側面嘅 pocket， 可以俾大家睇埋個裙頭，有少少微彈性嘅一個 slim 款。而家 Jasmine 咧係著緊細碼，咁佢腰圍咧仲有少少鬆，咁啊啱曬坐低，唔會話谷得好辛苦，著得好舒適得嚟咧，又好 slim， 可以睇曬成個 look。